2019 HIDO 流行音乐奖 HIDO 声梦女声得奖的是 Karen CC。非常感谢 Hit FM 颁予我这个奖项，然后，等了五年的我，终于在20岁的这一年发行了我的首张创作专辑《傻眼》。其实一开始我真的非常害怕大家不会接受我做的这种音乐，也害怕我自己不够完美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我很享受这个不完美的这种感觉，也希望自己可以更加的努力，变得更好。然后很感谢华研国际所有的同事们、小伙伴们，还有一直在支持我的歌迷朋友们，还有我的家人，谢谢，我爱你们，我是 Karen CC， 谢谢。其实，在公司已经偷偷有跟他一些小合作了，对，然后哇，他的唱腔是非常黑的，就我以为我感觉他在美国应该是住在那个黑人社区长大，他的有 black soul 街头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我觉得蛮好。然后唱腔是一种没办法，有时候是一种天分，有时候一种生活环境造就的，所以要模仿不来。我让他我跟他有一点合作是在做 demo 上面，然后让他唱了一段，那一段我觉得哇，浑然天成，然后帮我的这个 demo 里面加了很多的音色跟色彩。可以买到咯，还有在音乐的平台都可以下载我的所有的新歌，希望你们喜欢。